到 UML 啦，呢一節咧 live 咧就係揾到兩個模型友啊，嚟咯喎，開波咯喎，你嘛搬咯喎，球模型搬咗啦喎，首先我哋嚟到之後咧，你首先你見到人哋咧呢個。你打個卡先啦，快啲！我有個卡喺度打卡㗎。打個卡先。呢張咧就是、我哋大家都會知道咧，就係、是、環球嘅 VIP 銀卡嚟嘅。係啦，血與汗去換翻嚟嘅。我哋今日特登嚟咧，即係張卡嚟呢度咧，打翻個靚卡先嘅。同埋睇睇大家呢度幾多貨？啱落貨。準備咗第二批嚟㗎啦，大家快少少過嚟睇啦，一睇。咁啊，我哋得翻我哋入去入邊睇下咩好啊！落雨入去啦，都係啊。得啦，我哋行咗行咗先好啊。基本上咧，鋪入邊基本上會分幾個行啦，一、二、三、四。我哋由左邊開始行起先嚇。阿郎啊，你以前買模型嗰啲習慣咧，嗱，我細個幫襯環球咧，我廣東人嚟嘅。你即係覺得我細個有啲機會買到玩具模型？點都有辦法嘅，一個小朋友咁，你佢話新年儲埋啲利是錢啊，平時哇呢啲都市傳說嚟，幫阿爸阿媽買啤酒落下格嗰啲錢就攞嚟買模型㗎啦。我阿媽睇到啊，冇亂咁講嘢。我細個嗰陣時咧，我住港島區咧，去環球咧，我係買日本書。你介紹下呢、這個，等陣要。我細個買模型咧，嗰陣時咧，我環球咧，我係買日本書先嘅。即係譬如話因為嗰陣時環球好得意嘅，佢有啲二手日本書賣嘅。咁一般都喺大院啦，如果熟嘅朋友有機會都同你講下啦。喺半啦，同埋屋咧。係。咁喺嗰啲地方賣本書好貴，咁環球咧就會有啲睇完咧放翻出嚟嘅，咁可能會平大約三分一價錢都會買啦。係啊，咁同埋嗰陣時啱啱。學人砌模型啦，叫做砌啲高達啊，嗰啲又會喺嗰度賣啦。係，因為當年啲模型有個特色嘅，咁環球都有個特色，譬如話啱啱嗰一節直播，Michelle 有提過啦，係可以俾人開盒嘅。嗯，其他模型都冇嘅，因為當時香港得兩間模型都可以咁樣俾人開盒嘅啫，一間環球，一間興記。哦，咁但係咧，環球就多啲嘅，點解？因為啲窮啊嘛，啲學生朋友仔，咁佢哋會點樣咧？佢哋好中意咧。大家不要學啊，小朋友，大人都不要學。你知咧，因為以前模型入邊有支膠水嘅，咁初期就好似啲公仔麵麻油咁嘅包裝係膠水嘅，後期就去到細細支，係啲石咁樣，金屬牙膏型嘅，要鋭穿去擠一次性嘅咧，用完冇得再翻用，因為會即刻好快乾。咁嗰時好多朋友仔咧，會喺呢盒門度抽一支，嗰個抽一支就入曬攞盒嗰度，然後入盒走去俾錢。所以大家唔好學，千祈唔好。衰仔，係啊，衰嘢。呢啲古怪嘢而家做唔到咯。呢啲係集體，因為都唔送，都冇啦。而家 Band 班都開始做啲接著加不用嘅模型啦，同埋而家模型係。通常都係話俾你聽，呢個係唔使用膠水嘅。係，因為佢個重點就係話，買唔翻，回憶係買唔翻。咁所以今日真係能夠嚟到呢度做今次直播，我都好值得紀念嘅一件事。哇！好多喺附近好多學校噶嘛，係啊，華人啊、QE 啊，咁好多嚇，好多中學咧啲學生。阿班人你都我住喺附近，留下不少腳毛啦。絕對係啦，嗰陣呃阿媽去買報紙就跑過嚟買。其實呢啲咁嘅模型咧，其實有機會喺華強先會見到嘅啫。係啊，你介紹下嚇。呢副你攞咗幾次咯？呢盒嘢係啊，好鬼正啊！我覺得佢係會俾錢嘅打算。我覺得睇緊幾多錢？係啊，買五盒就五折啦。係啊，即係機會七折啫呢個。買五盒就五折啊嘛，係嘛？佢話過啦，機會難逢啊，但係都抵啦，喂真係。咁我哋其實咧，另外出咗另外一隻咧，大家要記住就係海景號啊。嗯。海底深海探險記嗰只咧，好似江魚個頭嗰只咧，其實呢個廠係有出過嘅。因為我早上星期就見到你話嗰只江魚嗰只，係啊，好靚啊嗰只啊，回力標型嗰部啊嘛。啊，呢個喺美國係好高收市，呢只嘢喺到而家海底三萬嚟嘅，係啦，唔係海底另一套嚟嘅，已經冇攞號，係啦，要推進下啦，我哋一路推進下啦，因為呢一點已經影咗嗰幾分鐘。將緊佢自己都有出啲1:72嘅成品嚟㗎，係啊，自己由上有曬去，你哋唔使自己砌，佢哋幫你做埋舊花，做埋迷彩。其實一個普通嘅砌模型嘅人，你話做呢啲迷彩幾麻煩㗎，因為你要做得佢靚啊，遮蓋係啊，係啦。哇，咦，呢只靚啊，兩車燈籠艇啊，呢只。呢只巨人嘅。我哋繼續推進。同埋有啲奇怪啲嘅配色啦。其實嗰陣時。
威龙都或者环球都好犀利，我觉得佢，因为佢真系将香港模型品牌打咗去国际市场。因为以前真系得翻啲欧洲厂啊、德国厂啊会做啊，日本厂就更加添啦。因为佢比例模型嚟讲咧，真系香港真系威龙系出咗一啖。出咗一啖氣，增咗個光啊！真係 ，hello 啊，正到喎，喂，講多個就 ，Jane 同我哋打招呼。嗱，呢個係呢邊有另外一個威龍啲經典系列作品。呢啲係啊，呢個你哋話齋，威龍最出名嘅兵人，亦都可以咁講，其實喺 figure 界，係啊，佢係一個元老廠嚟㗎，係啊，第一批做一比六 figure 嘅廠就係威龍開始㗎，跟住到而家香港嘅 figure 百花爭鳴，其實。全部由呢度開始，佢係祖師爺嚟噶。係啊，阿 Brian， 你記唔記得佢第一隻係嗰只冬季嘅德軍兵嚟噶嘛 ？Hands 啊嘛 ，Hands 啊嘛，成日 Cross 啊嘛。係。哇！我哋買咗成十隻都有一款。係啊，因為我細個嗰陣時就中意睇小林原文嗰啲咩黑騎士物語啊咁嘅啦。威龍都有出過黑騎士物語嘅一比六公仔嘅。四隻啊！係啊，全模型都有出啦。嗯，穿緊自己呢個出模型嘅四隻，因為我覺得德軍嗰啲冬天制服真係好有型，好有型嘅。咁啊，呢度就係、是、大家都睇下咧，佢有時咧環球都好積極地咧，同埋佢哋會有一啲咧歐洲品牌嘅廠嘅呢個廠咧拼得唔好啊，費事讀出嚟俾人哋笑嚇。但係佢有好多唔同嘅模型，近代嘅模型，近代嘅軍事啦。第一次世界大戰嘅啦，但係你估佢唔到，佢係連一啲啊呢個呢啲嘅嘢佢都出嘅，中古嘢係中古嘢啦，中古嘢啱喎呢啲，啱但係佢個精緻度係唔差㗎嚇，係啊，比例模型真係真係威龍真係可以可以上到世界級舞台嘅，係啊，絕對絕對。其實威龍咧，同埋環球咧，其實都做咗好多個牌子嘅香港嘅外國牌子嘅香港模型代理喎。嗯，係啊，呢個都其實即係為我哋香港玩具業咧，其實做一啲示範。我哋玩軍事模型嘅咧，有時候我哋會做一啲陣地啲嘢成。我哋以前咧就要手搭嘅，其實咧睇翻落去，佢哋係引入咗一啲新嘅 product 咧，好似話呢啲咁啊，成行抽出嚟，你睇下啲屋啊。瓦台啊，啲嘢食啊，戰場情景，因為我哋以前咧就會用石膏啊、搭撐發泡膠、木板再混合嚟做，衰到連樓梯啊、fencing 都俾埋你嘅，慳幾多時間啊？咁以前玩開軍模咧，就一定唔係我浸先嘅，一定係啲大哥哥先嘅。咁啲大哥通常入手困難嘅，因為多數模型鋪都係啲屋村啊、文具鋪嗰啲，通常都會買啲雙星嗰啲兵仔。市面少見嘅蘇維埃戰車兵，其實冇乜廠出㗎呢啲嚇。係啊，無論係類型同埋牌子都好豐富。係啊，因為佢，我覺得佢值得講嘅地方就係以前模型嘅盒面咧係人畫嘅，係通常都會揾啲比較出名啲嘅畫師畫嘅，咁所以其實草盒咧都係一門學問嚟嘅。大家睇其實。係會有埋簽名嘅，而家係好少㗎啦。好出名，我唔記得咗個名。而家係好少㗎啦。因為咧，本身日本就唔出，好少出蘇聯方面、蘇維埃嗰邊啲軍事模型嘅。其實多由其實最近都好似多，其實多嘅。T-34佢出最多添。咁啊，戰艦咧，我哋不如行埋嗰邊。咦？呢度有1:700嘅戰艦噃。嗱，你哋去玩，想買啲戰艦玩，其實咧可以嘗試嚟翻揀翻 Dragon 嘅，佢好多都有石刻片俾大家噶，同埋睇翻一啲近代嘅艦啦，同埋啲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戰艦噶，係啊，咁呢度呢批咧目測定係1:700啦，我頭先入邊見到1:350嘅，點解要講1:350咧？其實佢有一啲好高嘅技術方式嘅。砌模型少得就模型有啦，對模型有啦，架撐啦。模型鋪嘅回憶，阿 Brian 啊，模型鋪嘅回憶，我其中一樣好深印象咧，就係模型鋪有模型鋪咁除嘅。啊，坦白講，真係有就模型鋪嘅除。仲有天下水啊，要計。係啊，嗰啲唔係天下水啊。而家好少，即係好少地方，因為而家啲模型通常啲百貨公司啊。要百萬嘅人啦，喺嗰啲地方係冇咗呢陣除。嗱，呢間廠其實出好多唔同類型嘅，但係佢最出名就係話佢出好多貨櫃車頭嘅，好多好多，同埋貨櫃車車頭啦，貨櫃車車卡啦，而特拉呢係出得好多下嘅，同埋佢亦都有出軍事模型嘅喎，車都有出。我仲記得佢仲有一架消防車添。嗯，係啊，得我繼續睇埋嗰邊。
我睇到啲價啦 ，Ansel 啊，真係行一陣咧。其實咧呢、這個減價盤先去到15號，如果冇記錯嚇。係啊。咁咧即係如果係啦，即係盡快，因為有咁多揀，其實難啲啦。即係日後都因為地方比較大咧，有種類。呢啲嘢可以見得到一間模型廠佢開模嘅能力去到邊？1:144，你部機鬆唔鬆到咁近？嗱，佢下面睇得到噶，好 detail， 好精細，送埋細黑片添啊嚇，唔怕眼花可以試一試，得噶，我有買過一隻 ，OK 好砌。嗯，啊，其實啊，講啲冷知識先，知唔知就威龍模型咧，佢哋開咗超過幾多個 item， 即係自己開模啤嘅模型，知唔知幾多件？估下，好多估下 ，over 有500 ，over 2000定 over 1000咧？over 一千，系啊，冇错啦。我寻晚做功课 ，over 1000套嘅模型系自己去做，其实好唔简单喎。1000个 item 咧，应该要开发要生产系统。当年如果做军事系得长谷村同埋得田宫、但系田宫集中战车，但系佢系偏重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近代战车佢出得好少噶嘛。但系威龙呢一个厂一开始出嚟嗰刹那咧，佢系出咗好多我哋冇见过嘅品牌。最大家記得係咩咧？列車炮啦，當年佢嗰兩支列車炮係從來未有模型見到啊！我冇見到有，我一定攞出嚟俾大家睇睇。係啊，德軍嘅大和號啊，我稱佢為陸上大和號。我支加爾嚟嘅嗰支仲堅啊，嗰支得一支見到。1:44都出咗佢哋。唔係出咗兩支，我有一支1:72嘅屋企。好啦，我哋嚟呢度睇睇先。最正嘅。石刻件咧，大量嘅石刻件補品可以揾到，例如一啲纜橋啊，或者一啲機艙啊，裏邊嗰啲 details 都可以喺度揾翻。睇得到咧，佢係將緊佢哋係好全面性做咗一啲唔同嘅模型嘅，呢啲一比350。佢香港佢加埋一啲石刻片俾大家嘅，但你哋放心，石刻片你哋玩唔熟嘅話咧，佢本身仲有一個注模注膠模喺度俾你哋用翻嘅，你可以用，亦都可以唔用。即係選擇性你可以換嘅。但我點解要講呢邊咧？佢其實咧係有幾隻戰艦咧，係有人仔俾大家噶。呢度係咩啊？呢度係啦，嗱1:350。哇！竟然有人仔、啊。佢真係注咗個人仔喺度㗎，好 detail。威龙在铸模方面来讲开模呢，它是做到一些很多模型厂未做得到的技术在这里，它肯去开发。咦，喂，还有我们最喜欢的黑骑士。黑骑士。是很有型，真的很有型。遮镜打碎的东西。这里呢你们可以试一试的1:350，还有烂不烂砌 OK 的，值得一试。哇，现在买了几千啊？现在有特价。正价就。都唔係貴嘅，就真心我買咗好多。正價幾錢咧？1,488。1,488。如果我哋買唔夠五件，咪咩咯？700多咯。其實係抵㗎。係、咯。係㗎。咁啊，另外我哋可以睇埋嗰邊嘅1:35同埋1:72嘅模型嗰邊。模型嗰邊係嘛？係咪行？你哋行先啦。上咗到啊！耍埋嗰只 E18 出嚟啊 ！E18 入面有型仔啊！晏晝都幾多人睇喎？呢家都其實算幾多人睇。多㗎。另外看看這裡，我看看人不用做事 M6 的重坦克啦，我反而這是新的，靜靜雞看好來有翻工，這架又是穿梭機，穿梭機新品來的，新的未有的，會我們的環球的市場部同事在後面，因為我們說錯東西，是監督，其實大家看到啦，佢好細緻㗎，佢嗰啲分件真係做得。因為穿梭機好得意喎，細個睇咧，你對佢印象深，但係你其實對內部結構係完全唔知噶嘛。唔知嘅，咁係咯。咁你見到佢大量嘅資料，揾到資料，大量嘅資料性嘅，所以其實據聞都難得嘅，其實好多係啦，好多軍事嘅資料其實係唔公開的，尤其是呢啲係關於啲係啦，其實咁都係唔公開拉曬嘅，咁所以就可能模型公司啊，佢有辦法啦，去幫我哋揾好多資料，做到好嘢。係咪 NASA 俾㗎 ？marketing 同事可唔可以解説啊？知唔知係咪 NASA 俾？係咪 NASA 俾㗎？係㗎，有嘅，其實係有嘅，其實有，因為佢都出咗 NASA 個 logo。嗯，啊，係啊，有機會咪去攞到。喂，另外。又要講下呢一隻啦！頭先聽電話竟然，我遮咗你又驚我嘅電話係好有奇怪。做緊節目聽電話好嘢。係啊，邊個咁衰？繼續。我哋睇埋佢啦。嗱，多炮塔戰車喺第二次世界大戰嚟講咧，都係一個好出色嘅話題嘅。當其時有兩個國家有開發過，第一個係蘇聯嘅 T-35 冇記錯啊。
咁另外咧就係德軍其實都有做過多炮塔戰車嘅。嗱呢架係其中一架嚟嘅，1:72版本。Dragon 係有出咗兩個版本嘅，1:72同埋1:35嘅。係啊，呢只幾好嘅，細細只，扯嚟咁大大隻到嘅咋，試下啦。同埋你有機會揾咧，要揾下佢，睇下揾唔揾到只鼠式戰車，同埋E100嘅1:72戰車。Mouse 係咪？係啊。係因為嗰個1:72有啊，因為佢有隻 game 叫 Metal Slug 咧。佢入面嗰啲戰車都係係嚟自呢度嘅喎，係啊，全部都係有啊。喺我哋前面好似係掘頭路，其實唔係掘頭路嚟嘅，係阿白狼太個巨型。同埋後面有堆貨夾住佢行唔到。而家我要講E100咧，因為佢係嘗試咗做1:144嘅鑄武人仔喺度。嗯，我暫時買咁多隻係見到呢兩隻人仔就喺E100同埋鼠式戰車嘅1:72嗰度見到佢嘅啫，細細只好靚好 detail 噶，你人樣好靚好精緻應該咁講，係啊，好，我頭先講咗1:44錯嚇，其實1:72，係，仲有咧就會見得到佢喺呢度開發咗好多唔同嘅 item 嘅，例如呢只係 Panther 啦、炮式啦，一啲兩棲吞六艇啦，幾鬼得意噶，其實可能真係白狼要嚟多次做一個 round up， 係有幾多模型產品，因為即係搬咗就冇咁多俾你喺度掹出嚟。仲有啊，我哋想睇嗱呢啲，你哋有時好少見。我不聽我雙星嗰啲所謂嘅軍事大廠都未試過會出呢類型嘅橡皮艇。雙星最特別係出過隻魚雷艇嘅啫。僅此而已啊！我覺得某個年代90年代咧，威龍直情係打低咗一啲日本廠，打低得好犀利，係啊，係啊，佢做咗啲人哋唔肯做，同埋你睇睇，佢就喺度啲兵人嘅唔同嘅 team 啦，同埋都停滯咗一輪噶嘛，日本廠，因為佢集中咗做科幻題材之後，1:35其實兵嗰方面咧，唔係好多個種類，以前啊用雙星佢做㗎，田工佢講咧，其實佢又好少話我哋去揀嘅啫。但係 Dragon 開始咗之後咧，佢有好多種啦，蘇維埃㗎啦，德軍嘅冬天啦，一啲近代啲㗎啦。其實我見過一批仲犀利啊，係一啲僱傭兵嚟嘅添啊。你有機會自己揾翻啦好啦，咦？我哋可以係啊，所以介紹埋架嗰隻主席機嘅價，未介紹係咪啊？嗰架飛機係啊，主席嗰架嘢要講埋咯。講先又上去啦。因為我攞過嚟啫，你攞過嚟，我攞過嚟都得，我又影下個環境啦。咁其實咧，即係可以真係做一輯呢、這個，我走翻邊就嚟得得。係啦，呢啊，係啦，啊呢度都好，有咩講啊？呢架主席機，喂，呢一隻就係你唔好你出埋鏡啊嘛，1:144嘅民航機，但係佢。多作本身嚟講，佢係做埋一啲內購噶，同埋佢會送咗一個寫主席人像。咁呢個主席我就真係，我買咗我未唱，我唔清楚啊。哇，同埋好仔細，好 detail 㗎，基本上係我買咗都未拆。你買咗邊個位係啊？主席坐或者係保鏢坐都係都冇㗎啦。佢最多係俾呢個位你，佢擺在上面嘅啫。咁但係你話玩飛機模型咧？是玩這些凳子呢挺好的，我買了回去看完之後跟住都是封印了它的，沒時間砌了，1:144的東西是這麼大價的，你家裡的土地問題是很嚴重的事。好了，不如我們上去好一個另一個重點，威龍的重點去 UML 去環球呢，我們其實還要看去，因為很少地方鋪位是會有一條樓梯讓人上去的，還有是真係識砌模型嘅咧，就會上去啦。唔識砌嘅咧，行過望望就。歐洲廠啦，好鬼正啊！啲第一次世界大戰嘅模型仔都有㗎。係，真係揾唔到喎！呢啲冇啊，唔係好多地方敢出，因為呢啲係啊，呢啲真係間要嗰間公司有識去揾呢方面啲嘢翻嚟先得㗎。咦係，唔係易搞㗎。我哋要問一問，睇下冇佢哋嘅在場嘅同事仔可以幫我哋開咗個位上去喎。嚇，係咁開㗎？係啊，係。哎、我哋試下啦。點啊？敢唔敢蓋啊？行呢條樓梯？敢蓋啦！我見到隻 KV-2 啊，呢隻談冠型嘅重坦克。嗱，呢一隻係蘇聯出嘅戰車嚟嘅，好出名噶啦。係啊，當年美軍冇乜邊一隻嘢打得贏老虎，但係蘇聯呢隻嘢係同老虎有得打噶。呢個遙控嚟嘅，哇！呢白孖星白盒啊，知道。睇下裂痕。哦，裂痕！睇下呢個裂痕，呢啲係時代嘅眼淚啊！冇錯，時代嘅印記。嗱，又喺度白曬呢個位啊！係啊，呢啲咁嘅牆身，咁啊同埋咧，睇埋佢咧，仲有啲
介紹。啊，你上去先啦，我要幫手夾翻夾翻條路。哦，咁樣咁樣，哦，好，咁我哋上去啦。出關關關門，交俾你啦。關門好嘅其中一個樂趣就係好中意睇佢哋呢啲咁嘅宣傳單張啦。哦，係啊，因為你以前係嘅最新消息。因為你以前冇得上網咧，又要買啲日本雜誌睇又貴咧，你去到門口基本上就啲雞精班咁樣咧，就睇呢啲嘢嘅。好啦，我人係比較內向嘅。點啊？咁咧，我中意睇書多啲嘅。咁書先。二樓呢度咧就大量嘅模型嘅參考書籍啦，有軍事嘅啦，唔同題材嘅，有歷史嘅啦。咁日本嘅啦，譬如話 monographic 啊 ，hobby 作家啦，呢啲。仍然存在緊嘅模型書啦，都石果僅存啦。因為而家真係紙媒，連日本啲紙媒都做得做唔住咁，真係減下價，減下價。係啊，同埋以前買模型書咧，你哋而家見到呢啲咁嘅書島咧，係真係好近年先係咁樣嘅啫。以前啲書島係會細啲嘅，同埋會厚，成本黃葉咁厚嘅。咁，所以我嗰個情懷而家真係揾唔翻。宇宙藍船。最新唔識日文，老虎。啊，不過你中意軍事咧，你係咪都買咗好多呢啲？其實真係喺度抌低唔少錢嘅，其實。嗯。啊，抌唔少嘅真係。1:6嗰陣起嗰陣啊，同埋砌模型嗰陣咧。即係你要揾 reference 啊。係啊，其實，都喺度揾書係方便，因為始終雖然話外國可以買到，但係。你可以嚟到即係去到 counter， 你可以同嗰啲職員講話，我想揭一揭，咁你可以大概睇睇先，有時會買錯書係。同埋玩軍事模型係好緊要一個 point 咧，就係軍事模型係求真嘅。係資料性好要好啱。呢只我砌呢一隻坦克車，佢係真係存在過，佢係一件歷史嘅嘢。佢哋係冇空想科學呢樣嘢嘅，唔同得我哋有時玩科幻模型，喂，我可唔可以設計啲嘢成科幻可以？但是軍事模型是絕對不容許，絕對不容許這件事的，啊，記住錯就是錯的了，是啊，還要是鬧得很金的，不好意思，一隻飛機一架船錯了色，你會真的被人批評的，所以玩軍事模型的前輩來說，他們對一些資料性搜集他們是很著重的，很嚴謹的，是的，所以說為什麼那時候環球會這麼多人上來呢，因為有些前玩軍事的前輩呢，他上來找一些資料性的書出來做一個參考的，我就主打這些的，其實伯朗你都不要叫人前輩啦，你也是前輩來的，我看完高河義之啊，剛剛幫人提過高河義之的畫，真的我很喜歡就是找高河義之那些美術那些叫作品集啊，或者近年的，還有呢度有很多一些這樣的，有時我們有些前輩去製造一些軍事模型那段時間，他們在這裡找一些書去參考那隻戰車、那隻戰機，當其時哪一個戰役用了哪一種配色，同埋佢嘅裝備、編號、型號，呢啲書係有幫助嘅。可能合模，係啊，合模型百幾蚊，可能買書買200-300蚊嘅。冇錯，冇錯。係啊，呢個係有印象嘛？大家90年代嗱，比較近代啲啦。玩具王嗱，嗰陣時香港咧都好多呢啲嘅，我哋本土咧都出咗好多呢啲玩具嘅刊物啦。嗱，玩具王啦。同埋早兩年結束咗嘅《激街 Hobby》都好啦，同埋再之前嘅《Garden》都好啦，即係呢啲書係揾唔翻，因為紙媒真係好難做，好難做，係啊，真係。仲有啲制服帝國講翻一啲軍服啦，係啊，嗱，仲有啦，呢度有啲書刊啊，就睇翻去啦。有時可能未必知佢講乜，但係你哋會睇得到喺啲圖片上面知道每一架車嘅配色。近代軍事模型啦，舊嘅軍事模型啦，都會有講翻噶。啲書都清咗好多啊！睇下睇下，係啊，之前擺到好滿噶。呢啲係好得意嘅閒門鋪。你如果知道間鋪仍然存在咧，你啊，有錢得閒先買翻啦，拗下拗下拗咗好多年。嘅居民都唔係翻好多本嘅。係啊，但係你一知道哦冇啦，間鋪就冇，佢知道冇機會再買翻，就一定走嚟搶。呢啲咧講翻佢啦，防潮文啦。因為基本上玩軍事的前輩，他們對這些軍事的迷彩的 present 啊、安編配安排啊、型號啊、部隊章啊，還有他本身來說個戰車的設備，他們要求得很高，不希望有一件東西出來給人家捉到說沒有這件事的，
冇依件事咧，佢哋係覺得係唔開心嘅。嗱，嘗試去玩軍事嘅模型初階嘅朋友，記得記住呢樣嘢。都好多啦。好多書仲要唔係英文嘅，日文都有，波蘭文啊，有啲歐文，有啲歐洲書喺度㗎。呢啲啊，好多㗎，波蘭、啊、波蘭嘅出版。呢、這個唔係英文啊，你呢啲呢啲頭先頭先我見咗啲唔係好多，因為呢啲係咯，嗱呢啲咪咯，呢啲咪咯，係咯，呢啲唔係唔知咩文係德文定波蘭文啊？德文啦，當佢先啦。可能其實有啲都係啲絕版書嚟嘅喎，已經。其實係㗎，同埋本身真係香港賣模型書嘅地方仲少過賣模型。嗯。再少啲，再少啲，因為大部分賣模型嘅未必賣模型書嘅，其實。因為利潤唔高。哇！同埋扎得耐嘅，係咯，扎得耐。英國空軍嘅制服編配顏色。嗱、哦，呢、這個牌子嘅經典咧 ，Osprey 就係權威嚟㗎啦。係啊。哇！呢度仲有好多唔同嘅軍服啊！你大家可以上嚟睇睇啊！嚇，呢度呢個書架入邊有好多唔同嘅軍服喺度啊！睇唔睇埋啲寶品啊？我哋去睇寶品 ，Jack 我交俾你啦，寶品。寶品交俾佢啊！寶品，因為你太寶啦已經。係啊，好危險有毒嘅。唔應該寶啦。哇！大量嘅石刻件啊！Rusty， 我哋叫做係啊，石刻片、石刻件啦，或者石刻件啦，呢啲軍嘅啲軍章啦，呢啲阿花人最熟悉嘅啦。哇！正啊，呢啲～呢、這個是比一比六哦，呢啲係比 figure 用嗰啲，譬如話三靚啊嗰啲章咧，一比六。如果你譬如話買啲一比六 figure， 誒靚好多，係啊，好靚噶，佢做曬電導添，佢要做電導啊，佢冇忘記。分出佢係咪報俾你添啊？有曬，有曬，同埋有啲球俾你係咯。哇！譬如啲戰車碌啦，呢啲咁呢啲一般嘅膠條，而家都仲可以買到嘅。咁譬如話唔同嗱戰車品牌嗰啲阿狼，你最熟噶啦。品牌我唔嗱呢啲因為呢啲呢部件真係要針對翻某一個款冇噶，佢有寫噶，其實我哋真係有時我哋為咗一隻戰車去周圍攀山涉水去就為咗揾一粒螺絲啊嘛，分分鐘係你會見得到嗱炮 Supplanter 嘅戰車嘅起重勾，佢真係有啲咁嘅嘢喺度。俾你貨翻啦，因為有時咧，我哋用模型嗰啲件件咧，嗰啲鈎可能係會厚身少少噶。一啲我哋應該叫做專注啲嘅前輩，佢哋會覺得太厚啦，唔像真，佢哋會揾啲石刻片去做翻曬佢出嚟嘅。其實上兩個星期我哋做模型真人 show 嗰次現場，我見到有啲真係啲纜嘅線，佢哋真係要用好幼。哇！出咗噶啦，有得拉噶啦，而家現場。係啊，我哋唔使做啦，拉條膠線出嚟。以前玩模型真係會喺個模型剪完啲框咧，加熱然後拉嗰啲線出嚟自己用嘅。係啊，仲有飛機啦、船啦、呢啲戰車嘅啦，船上有好多好多。呢個閣樓帶俾大家咩回憶呢哇！揾嘢咯，揾嘢，真係揾嘢咯。其實有興奮過嘅喺度，真係揾到本書。因為你真係嘥，可能你行下邊呢啲就係啦，仲有呢啲一啲咧，高階少少嘅啦。嗱，例如呢一種咧，成塞嘢落去，係啊，佢成套齊曬，你唔使執嘅啦，佢幫你執滿曬㗎啦。佢會指示翻邊啲位，落喺邊啲位咯。最正成個炮塔由頭到尾搭過個身。因為你話頭先問回憶，係啊，你行下邊咧，你會快過行上邊，因為下邊你睇啲盒咧。你大概知道自己想揾啲乜嘢，但你上到嚟呢度咧，你真係要好細心逐件逐件啄佢，先至揾到你想要嘅嘢咯。即係類似資料館咁啦，有書啦，有寶品啦。所以偏向靜態，我都覺得呢一度。咁啊，尤其是以前咧，呢度個玻璃咧，啊，今日我哋見出翻外邊，之前係堆滿曬好多嘅產品啊、貨品啊，而家咧因為搬遷啊，可能都賣咗唔少啦，應該都。行模型鋪精彩的地方，其實即係個情懷就係話，你好，我好中意嗰啲盒堆到滿曬，係滿到譬如話上邊又有，咁你卧高頭周圍揾，係中意嗰個過程咯。哇！你嚇死我！你啲盒都彈出嚟。呢排嚟，其實你已經發覺係已經係簡潔咗好多啦。係啊。快播啊！呢啲咧，我白件嚟㗎，呢啲咧應該遲啲未必會翻貨。冇呢啲唔會翻貨嘅，想對哪講一轉嘅咋？呢啲係賣咗之後就冇㗎啦。賣就算啦，真係想買就飛嚟買。係啊，提翻大家啦，呢隻嘢真係好少可見得到，1:35比例。其實而家有幾多隻？哈斯卡華咪出咗幾款1:35嘅 SSBD 嘅模型？唔係佢而家配翻落去咯。佢而家扭即係嗰只扭蛋模型都係用翻1:35。佢開個新嘅銷售。
俾你配埋落啲軍事嘢嗰度一齊用咯。如果唔係，因為以前嘅 SF3D 係1:20啊嘛，係啊，難配啲咁啊啲嘢係。啲新戰線啦、啊，航空機啦、啊，大量好啊呢架。依家出名啦！依家，依家一定要打落。大家睇得美國隊長嗰段時間都有隻咁嘅概念機喺度啊！依只軍炸機嚟嘅喎。我冇記錯，係咪佢個翼展長度係當其時係最大型嘅軍用機？算係啦，但係呢啲好妙啊！咁、大隻飛，你唔打佢打邊個？四節喎，見到。係。係四節。係啊。影一路影一路睇到，哇！所有都係定係，咦？哇！咁呢啲都係，係啊！哇！呢啲，但係你抹塵啊嚇自己，但係好難揾噶喎。係啊，車呢啲嘢越擺越貴㗎。其實好多都俾人掃咗啦，講真。之前仲有隻雅馬托喺度冇咗咯。係，或者俾人掃咗雅馬托。跟住到最後我哋唔好留低住喺度落咗影鏡跌。我哋再望一望先，仲有呢度一啲嗱，戰車嘅補品咯，啲沙包啦，喺嗰邊都有㗎。即係當我哋去查，哇！呢啲好好玩㗎，識玩。嗱，冇話玩軍事啊，而家即係多咗人玩啲科幻模型咧。其實你呢啲將啲現實軍事嘅配件套咗落去咧，去做一件作品出嚟，個味道又唔同咗咯。有品有啲廠牌專係做戰機駕駛衣㗎，可以做得好。所以機會只得一次啦，各位朋友賣咗真係冇。我而家真係邊呢度都俾人掃咗好多啦，已經。即係佢呢啲仲好睇，我嗰時最中意睇呢啲嘢。但係嗰陣時唔係呢啲 3D 畫嚟㗎嘛。係咯，但係呢啲係話俾聽新嘅 product 咁嘅時候咧，佢會話俾聽佢開咗啲咩模啊，新技術喺邊度啊。好，我哋總結㗎啦。總結㗎啦喎，做咩回憶啊？講下回憶啦。唔係你咧？我啲冇咯。貨品啊 ，detail 嗰啲，其實大家朋友嚟可以自己睇啦，自己睇啦。其實今個月都好多模型鋪喺呢一區都好多模型鋪 close 咗啦。嗯，廣華街嗰度嚇，我又過翻嚟呢度。得個聲啊，係聲，頭先係聲演嚟噶。廣華街嗰度首先Big Hero 偉利啦，偉利第一間展出啦。嗯，跟住生輝啦。其實當年最開心嘅廣華街，我記得嗰時候有火鳥啦、生輝啦。偉利啦，咁同埋佢入邊廣華街有好多模型鋪喺度，嗰陣時候行一條廣華街行得好開心嘅。今年好似嚟緊現代觀啦，唔係你睇住個時代演變嗱，模型鋪慢慢冇，氣槍鋪又慢慢冇啦。條廣華街咁嚟緊嘅係會啲乜嘢類型嘅鋪頭會冇咧？藥房都開始冇啦，冇啊，正常㗎啦呢啲經濟環境啊，即係呢啲算唔算叫文化保育啊？某程度嚟講，冇啊，真係冇曬。我諗我哋超過三四十歲嘅 Model Maker 都其實諗下，問心坐喺度諗諗，我哋仲有咩地方去揾模型鋪咧？係啊，真係冇㗎啦。我哋成日都咁講，喂，模型鋪最多出旺角一定有，其實旺角已經開始冇。少啦，廣華街都少。今個月開始，你諗下數落去一條廣華街。係 ，all bad 啦 ，all bad， 得翻間環球喺度咯，嚴格嚟講三間咯。冇啦，生輝唔做啦，係咯，冇賣啦，生輝又唔做，英偉利走咗，搬冇咗，搬咗個荃灣，咁就廣華行入邊啊，喂係咪啊咩仁安行入邊嘅現代得翻間模型先生，係啊，冇咁阿巴人咧，你作為土生土長，你細個都開始喺旺角居住咧，你都見到好多啲鋪頭，滄海開始慢慢見咧，你有咩感受？冇啊，其實即係一代人一代事咯，即係都係跟住我哋啲時間走啦，即係唔可以話可惜話唔可惜，其實又冇特別嘅。不過社會變緊，隨住我哋嗰啲喜好又變緊，仲有當日啦，就變咗啲嘢，宇宙船啊！幾年咯，幾年前啦。不過其實宇宙船而家仲有一間，有佢賣書咯，變咗。係咯，我嗰時候去宇宙船嗰度睇，控好多嘢啦。日東仲喺咪度？日東冇啦，東華樓啦，東華樓好似中咯，即係中一間咯。好啦，好啦，不如咧就即係我哋集中啲講啦，唔好變咗黐車咁，我哋飲啤酒決決花生啦。突然間我哋好懷念啊！其實就都真係咧，如果係即係大家即係中意砌模型或者其實時代變緊之餘咧，其實有時真係都要大家互相支持啦。即係我諗你買模型嘅，梗係買模型啦。即係有時如果當你唔支持嗰樣嘢，嗰樣嘢會消失嘅，自然就你多人支持埋嗰樣嘢會蓬勃咯。咁呢個都無法避免嘅。咁當然但係我哋相信其實。
威龍啊、環球都帶俾我哋非常多回憶，同埋咧其實佢影響咗成個香港玩具業嘅發展嘅。佢係絕對係，肯定係嘅。佢個 figure 可以咁講，佢係第一代 figure 嘅。OK。係啦，咁咧就可能就一集啦，咁啊個就繼續嘅，係啦，有電話入，啊可能都睇一睇我哋，因為都係廿幾三十分鐘嚟到。OK 啊，冇嘢，冇冇仲有講啊？冇啦，希望下一次仲有機會見翻大家啦。係啦，祝佢咧。大家繼續多啲去幫襯翻啲商户啊，就因為而家個消費模式真係唔同咗啦，即係啲商户仲會唔會繼續存在，真係靠大家去繼續支持。都係講翻最重要嘅，我哋唔希望下次我哋做特輯嗰段時間係再去講任何一間鋪 close。你話開新鋪或者有啲新嘅優惠，我係絕對好開心去做呢啲嘅推介，但我真係唔中意做呢類型嘅推介。或者留意下遲啲白狼嘅模型節目啦，咁佢應該都會繼續做嘅。一講模型佢就唔停得口㗎啦。咁咧，因為今日咧，我想揾棍勾啊。係啦，咁係啦，應該係，因為我哋圍繞住個主題嘛，白狼就幫我哋成本字典嗰度鋪翻曬出嚟，唔會見到同我想講五分鐘嘅。好啦，咁但係都係好精彩嘅，咁啊多謝兩位幫我哋今日主持節目啦。好，多謝大家收睇啦，拜拜。系啦，应该直播紧啦。阿白狼，不如 check 下睇我哋系咪收唔收到个 fit 啊，都好系啦。吓 live 就系咁噶啦，即系我哋咧会有好多变数啦。不过我谂大家都系睇惯我哋中意睇。中意睇我哋呢啲樣啦，即係甩漏啊、螺絲啊、亂糟糟咁啊！我唔知阿 Joko 有一攢機啦，唔知頭先打咩手勢，因為同緊女同靚女喺度打緊眼色，唔知做乜嗱。咁啊，我哋嚟到咧，好明顯嗱，一睇就知其實可以 Joko 可以 pan 一 pan 個少少係啦。咁其實好明顯啦，大家中意砌模型嘅、玩個模型嘅，無論你係十零歲至到可能五十零歲、六十歲都會知道呢個係邊度。呢個咧就係環球模型嘅總店啊。咁啊，大家知道啦，最近佢出咗一個即係 announcement 咁啦，即係話會搬遷喎。咁啊，咁大家梗係好多嘢諗噶啦。而家你知即係嚇香港嘅社會就好多富皮啊、正皮乜都好啦。咁咧佢哋會諗咁啊，唔好諗咁多啦。我哋索性今日咧嚟到啦，請到咧環球模型嘅 marketing 嘅靚女經理咧，阿 Michelle 咧同我哋講下啦。即係我想問阿 Michelle，Hello 你好 ，Hello 大家招呼啦，係啦，係啦。咁咧就我唔知見有啲騰雞見到靚女都嗱，其實阿 Michelle 其實即係點解個點啊？點解係搬先啊？其實咧就即係始終而家依個個社會咧就一路一路係咁變緊嘅，咁所以咧我哋都係要其實幾年前都想開始去轉型成間公司，咁而家你都知窩打老道亞加老街嗰度咧就好多啲係即係比較 service 啲嘅，好多餐廳啊，啲即係 real estate 啲地產啊，後邊有好多舊鋪啊咁樣樣，所以其實如果做模型方面咧，我哋都想轉翻去。O to O 即是 online to offline 嘅，咁你可以上網買啦，咁就會有好啲嘅 discount， 好啲嘅 variety 咁樣，跟住都俾到個客嘅。咁有時其實而家好多都係中意 online shopping， 所以比較就會convenient 啲啦，係俾啲客。係，咁啊大概講咗 Michelle 個理由啦，嗱佢真係鬼鬼地嘅，頭先佢啲 subject 咧調轉咗後邊嘅，啊唔緊要啫，咁唔怕大家明就得噶啦。咁咧就係啊，咁大家知道原因咧，其實主要係。個業務即係應該話個社會其實變化緊，大部分人中意 online shopping 啦。咁但係其實咧就呢個完全明嘅。但係其實你我諗 Michelle 你都會知，其實好多外地嘅朋友啊，即係外國人啊，或者係內地嘅模型發燒友，其實佢哋嚟親香港咧，如果佢中意，佢一定基本上必嚟呢個聖地嘅喎。咁點算咧？其實真係好多啲客即係聽到啦，就好似前幾日咁樣，有啲係外國嘅或者即係內地或者係美國嗰啲人，佢特登以前喺度翻學，都會懷舊翻嚟翻買翻啲貨嘅。咁不過就我哋就覺得係比較 convenience， 因為始終我有間鋪，我哋想係多啲 variety， 即係我哋一間鋪唔係擺到太多貨嘅，所以就最好我 online 有。仲更加貨好啲嘅 discount 俾啲客，就即係大家都會開心啲咯。同埋都唔緊要，因為始終我哋窩打老道依間鋪都即係1974年開，四廿幾年。係啊，不過咧就我哋都仲有廣華街。咁而家我哋係即係始終係老闆自己嘅物業，所以咧就諗住寧願租俾人，係啦。
咁所以喺另外仲有一間係啦，喺廣華街附近嘅啫，係啦，係啦。咁所以其實大家咧唔需要擔心，即係如果需要 shopping 或者睇下啲實物咧，我諗阿 Michelle 同佢啲同事啊都會擺啲最新嘅產品喺度啦。咁可能不過即係比較其他咧，即係當然好似冇舊店裝到咁多，可能就要上網睇。但係我諗點都可以睇到實物啦，因為好多人買模型嘅朋友咧都中意打開個盒啊，望一望啊。咁呢個係都係好嘅，因為其實係環球或者係一啲舊即係我傳統啲模型店咧先可以有機會打開個盒嘅。我哋以前都可以打開盒，而家咧好多時啲產品都封曬盒。呢、這個都係啱嘅，因為其實我哋係第一間模型鋪咧，係真係俾啲客去開盒去睇翻入邊嘅，所以其實佢嗰個 experience 係真係佢嗰個興趣咯，唔係淨去賣個模型，所以我哋都會正常翻喺廣華街會俾人哋去有翻嗰、那個即係嗰個興趣去啊！我睇我有啲咩，我中意搭曬嗰啲模型咁，因為其實以前咧就係、是、啲客中意買三盒嘅。一個就是開嚟去玩，一個就去儲嘅，跟住一個就去賣嘅，即係喺可能 eBay 啊定嗰啲去買一個好啲嘅價錢。所以其實以前我都記得個即係個老闆就同佢講咗啊，以前好多人佢哋冇錢嘅，佢哋就會收埋啲模型喺後邊，跟住咧佢一嚟到咧就啊，即係第二日有翻錢啊，跟住就開翻後邊，咦我個盒仲喺咪度咧咁樣。所以其實好多啲有趣嘅故事咯，聽翻啲客嚟講。咁我老闆梗係知道都專登唔踢爆佢，專登等佢收埋係咪啊？係啊，即係其實依啲係個客嘅興趣咯。係啊，其實講又講喎，真係我哋咧係啊，七四年昨晚都做功課，七四年呢度就開咗噶啦。咁之後咧到咗係咪八幾年啊？八幾年咧就開始Dragon 有自己嘅品牌啦。其實佢七四年咧就係、是、個老闆就啱啱讀完大學啦，喺美國就翻嚟，咁佢就都係做銀行嘅工作嘅。跟住咧佢就嘅自己嘅興趣就開始開模型鋪。咁佢其實第一個代理就係日本嘅 Hasegawa。咁其實你日本個代理係好難去攞嘅，經過即係好耐咁樣特登要去埋日本個廠。第一个代理就拿了，跟着就开始其他那些代理就，即是你现在 你美国啊，你即是你欧洲啊那些全部 都有了，是啦，日本。所以他一开了就只是买其他的 import 那些货，之后就要就是要開始，因為係啦，即係、就是、開始幾年後咧，就覺得喂，不如我做我自己嘅品牌啦。咁我就就有依個品牌 Dragon Model 西威龍啦。咁就佢好多都係由而家即係你坦克車啊，或者飛機啊 Dragon Wings 啊，你啲其實我哋1:6嗰個 action figure 都係我哋自己公司第一間去做嘅去出嘅，係啦。係啊，講開1:6咧，我諗大家都知道，其實可能1:6咧係計模型之後咧帶俾威龍一個高峰，其實可能都將香港玩具業咧帶咗個新嘅境地，因為當時嘅1:6公仔其實主要都係 GI Joe 即係美國公司啦，到後期咧係一間香港公司做 GI Joe 同埋將佢嗰啲技術啊或者個產品嘅質量咧革新啊，咁其實當時係好轟動啊，因為我記得我都有睇 show 專登去睇，咁見到第一頭兩隻德軍咧，我諗好多威龍嘅 fans 都買過啦。咁、我都記得啦。咁其實咧，仲記得咧，其實啱啱咧，其實威龍嘅品牌啱建立，其實應該今日30周年，我冇記錯，應該1987年，會唔會有啲嘢搞一下？依、這個都要問翻老闆，因為始終我哋公司咧一路一路咁轉型咧，咁就想做翻啲模型係俾嗰啲客等佢哋開心啲嘅。尤其是我哋真係唔係淨係香港客，不過就嚟日本啊、歐洲、美國咁樣係，即係所以我哋都要想 please 翻佢哋咯，係啊，嗱咁真係嗱，依家啲時間雖然係 lunch 時間啦，我見到真係好多客嚟到啊，咁點解咧？因為要搬啊嘛，大家嚟影相、嚟懷緬又好，嚟即係同埋現時仲做緊呢個搬遷減價喎，係咪啊？係啦，我哋有啲 promotion， 即係如果你買越多嘅個折頭越多啦，咁好似而家買5件就5折咁樣，3件6折咁等等啦。咁即係其實都有好多人，即係依幾日咧一路我哋即係做咗個 announcement， 都好多人一路嚟去懷念翻。即係睇翻啊！即係你即係冇乜特別去買，佢都想嚟翻間鋪頭去攞翻，即係買翻啲貨，因為始終即係想懷念翻成間鋪頭同埋嗰個歷史咯。佢好多時都係因為你
這個位置有很多學校，以前小個，他爹哋帶他來去看模型，你以前小個都是沒什麼玩的嘛，你多男仔就砌模型的，所以就是就是覺得這個是一個 iconic 的那個店頭咯。還有你好像一比六個 Dragon Moss 那樣那個牌子，我們剛剛三月的時候就在那個 Museum of History 的歷史博物館，是啦，就有那個，是啦，那他們就叫我們去擺我們一比六那些action figure的，所以就是都知道就是Dragon 那個品牌都是 shape 了香港那個歷史咯，是啦。雖然剛才 Michelle 未開機之前就說我不是很懂模型，我不是很懂，但剛才說一下很多都知道頭頭是道，值得加人工我們經常都做一些壞事其實真的剛才 我相信其實環球即是 Dragon 他們由模型開始 到 Action Figure 甚至後期的1比72的 Die Cast 飛機坦克車，其實都一直為香港的玩具業即是刷新一些先河，帶領著整個行業。我們其實所有香港的玩具迷或者朋友都很喜歡你們公司的東西，希望你們繼續努力，這個其實不設的這件事，只不過轉了方法，即還有另外一間店鋪就是只是一條街，即是隔一條街，而且始終 online 就比較方便一些，那人可以買，跟住就你可以自己即係順豐或者點樣去送翻，即係去俾你屋企或者你個你 office 咁樣樣。係啦，咁就所以第日咧，大家外地嘅朋友啊，外國嘅朋友啊，好多華人噶嘛，睇我哋都咁啊，唔緊要啦，要朝聖咧，可能行過少少，咁啊間鋪冇咁大，但係唔緊要，繼續有好多新產品嘅，同埋咧時代會變噶嘛，可能第日又去間再大啲嘅啦，又唔知咧係咪啊？咁好多謝 Michelle 即係同我哋訪問啦，咁啊好忙喎，呢幾日都成日做訪問係咪？都因為始終你好多media 嗰啲或者啲客咧，佢都懷舊間鋪啊，尤其是模型鋪咧。而家你香港一路都一路少，其實啱啱你廣華街嗰度咧，今個月都刪咗三間。不過就係始終係嗰、那個個社會咯，一路變。即係而家你啲細路仔或者你啲大人，其實中意玩手機。